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美国黑人娱乐电视台17号播出了对总统拜登的最新采访摘录。当被问及退选争议时，拜登表示，如果一些医疗情况出现，如果有医生指出他有健康问题，那么他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继续参选。然而就在今天，最新的消息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再次确诊了新冠肺炎。那白宫表示，拜登目前症状轻微，医生已经处方了新冠治疗药，他将会返回特拉华州，在那里自我隔离，并继续履行公务。白宫表示，拜登是在下午出现了上呼吸道的症状，包括流鼻涕和咳嗽，以及全身轻微的不适。他已经接受新冠疫苗加强剂的接种，并且服用了首剂的新冠治疗药。拜登原定当天要前往到拉斯维加斯参加竞选活动，但是因为确诊了新冠肺炎而没法出席活动。拜登在2022年7月份也曾经确诊过新冠肺炎，同样症状轻微，在服用了新冠治疗药物之后痊愈了。过去，拜登曾经多次重申，他的医生们没有告知他有任何严重的健康问题。而在周三受访的时候，拜登回答主持人提问时表示，如果有医生告诉他有健康问题的话，他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继续参选。周三，一家非裔娱乐电视频道 BET News 发布了一篇对美国总统拜登的采访摘录。当主持人问及拜登有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重新考虑继续参与竞选这个决定时，拜登回答称，如果一些医疗情况出现，如果有医生告诉他有这样那样的健康问题，那么他可能会重新考虑。采访完整版将在美东时间周三晚间10点播出。过去，拜登曾多次重申，他的医生们没有告知他有任何严重的健康问题。白宫医生奥康纳在今年2月对拜登进行年度体检之后写道，拜登是一名健康的、活跃的、强健的81岁男性，可以胜任总统职责。拜登在采访中还承认，他在上次与特朗普的首场电视辩论中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称自己原本不准备参选，计划交棒其他人，但最终他决定再次参选，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将帮助弥合这个国家日益恶化的分歧。2020年大选中，拜登曾表示自己是一名过渡性的总统，将成为民主党新一代政治领导者的桥梁。本月早前，拜登在接受 ABC 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类似问题，他则回答只有上帝告诉他这么做，他才会退选。而在几天前华盛顿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中，拜登则表示他会一直参选，除非他的团队助手拿出证据证明他绝对不可能赢。凤凰卫视陈菲菲、张兆宇纽约报道。那过去呢，都是别人说如果健康出现问题的话，拜登应该退选。那现在的是他自己本人承认说，如果一些医疗情况出现，他会考虑退选。那么这次他新冠成为阳性了，会不会成为他退选的台阶呢？更多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洛杉矶记者杨平俊去了解情况。平俊你好。你好，杨子王峰。现在美国各大媒体对于拜登再次感染新冠肺炎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会不会成为他结束竞选之路的前奏呢？的确，目前这一问题是当下全美甚至全球的观众都在关注的焦点。那拜登原定在周三下午出席在全美最大的拉美民权和倡议组织的年会并发表讲话的，而拜登是在迟到了一个半小时之后，由拜登的代表在会议上宣布拜登因为确诊必须缺席，而拜登的代表又提到说拜登让他告诉所有人他们不会这么快把他赶走，但是他还是会回来的。而这样的说法呢，也毫无疑问，因为这次的新冠阳性让更多人增加了让其退选这样的一个呼声。而拜登之前在问到会怎么样才能退选的时候，他表示说除了万能的主以及只有火车把他撞了之外，他都不会退选。而在周三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员西夫就呼吁拜登总统退出白宫竞选，成为目前国会最为知名的民主党人。他的宣布给了原本因为特朗普遇袭事件沉寂下来的幻灯说再次摆上了台面。而且就外界目前各方都以目前拜登确诊之后会不会这个成为他退选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机会和借口，但是目前拜登方面是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并表示说白宫表示说拜登会在隔离期间依旧会履行总统的职责。因为
目前民主党人呢，包括南希佩洛西等人都认为说，现在退选呢是拜登一个人的选择。他认为是周三新冠呈阳性的拜登是时候让另外一个民主党人来击败特朗普，让保证目前拜登的政治的遗产能够遗传下去。而目前不管是谁来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话，所有那些目前呼吁拜登退选的人都会全力来支持最新的总统候选人。但回过头来，目前官方或者说白宫方面依旧没有就拜登这次确诊是否会退出竞选给出最官方的一个说明。我们将会持续的关注。杨子、王峰，好的，了解，也谢谢平俊在前方带回来的最新消息。另外一方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遭暗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依然在进行。那虽然枪手的动机还不清楚，但更多的细节被曝光了。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17日报道，随着特朗普遇刺案的进一步调查，调查人员在枪手克鲁克斯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个远程发射器。这个发射器可能是用来引爆在枪手汽车和家中发现的两个可疑装置。这两个装置都安装在弹药容器中，使用的组件包括接收器。这些接收器似乎与枪手口袋里发现的遥控器能够配对。这些装置的具体用途还不得而知，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否旨在造成严重的爆炸效果并伤害他人，还是为了制造烟雾、火灾和低级爆炸以转移注意力。调查人员还在枪手的车里发现了一件战术背心，但尚不清楚为何他在袭击前没有穿上这件背心。一些调查人员怀疑他并未预料到自己会在袭击中死亡。执法部门消息人士透露，枪手曾询问他的雇主是否可以在周六请一天假，但表示他可能最快会在周日，也就是袭击后的第二天重返工作岗位。不过到目前为止，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他有同谋。联邦调查局已经对枪手的手机进行了检查，但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动机的重要信息。随着调查的继续进行，人们对这名枪手如何能够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爬上屋顶并开了几枪产生了疑问。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县警长斯普鲁透露，当时一名正在搜寻可疑人员的警察跳上了大楼的屋顶，与枪手短暂对峙，枪手将武器转向警察，迫使他退了回去。片刻之后，枪声响起。宾夕法尼亚州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向特勤局提供了30至40名警察协助确保集会场地内部的安全，但不负责保护安全警戒外的建筑或设施，包括枪手开火的地方。特勤局局长证实，当枪手在屋顶上向特朗普开枪时，当地警察就在同一栋大楼内。凤凰卫视王琦、姚一伟华盛顿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17号首次就特朗普遇刺事件公开表态。哈里斯谴责枪击事件，表示政治暴力永远不可接受，任何人都不应该因在公职服务而担心自己与亲人的安全。哈里斯17日前往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出席竞选活动，就生育权发表讲话前，特别就早前发生前总统特朗普遇刺事件发言。这是哈里斯首次公开就事件表态。As we all know, it was a heinous, horrible, and cowardly act. My husband Doug and I are thankful he was not seriously injured. That day, as soon as we saw what was happening, we said a prayer for his well-being. And our thoughts immediately turned to Melania, who we have met, and their family. The bottom line is no one should have to fear for the safety of a loved one because they serve in public office.哈里斯同时表示，在事件发生后，拜登政府得重新思考如与特朗普互动，避免再次引发暴力事件。On Sunday evening, our President Joe Biden issued a call for unity, and there must be unity around the idea that while our nation's history has been scarred by political violence, violence is never acceptable. There can be no equivocation.About that. 拜登在枪击事件发生后一度喊停了所有针对共和党的政治宣传和广告。他16日出席在拉斯维加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演说时表示，美国的政治变得太激烈，各方都有责任降低政治温度。在另一场合，他依旧自己曾呼吁将特朗普置于靶心的措辞不当道歉，但称继续关注特朗普带来的威胁是正确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香港大公报的报道。根据美媒和民调机构 Ipsos 16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在登记选民当中的支持率为43%，
而寻求连任的美国现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则是为41%。可以看到，两个人的支持率的差距只是在3个百分点的误差范围之内，所以美媒就表示说，这也表明刺杀事件并未对选民投票的意向造成显著的影响。但是有多达80%的选民表示，他们认同国家正在失控的说法，并且两党选民持相同想法的比例也是比较相近。那根据民调结果，84%的美国选民担忧极端分子会在今年11月份大选之后制造暴力事件，较5月份的民调上升了10%。而特朗普死里逃生的经历也巩固了保守派基督徒对于他的支持。65%的共和党人表示，特朗普是因为得到了上帝的眷顾。只有11%的民主党人持同样的观点。另外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此次的竞选期间也多次公开谈及有关于俄罗斯以及普京的话题。克里姆林宫对此回应称，普京已经是美国总统竞选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朗普最新对媒体表示，他与普京的关系良好，他们之间从来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情况。他还指出拜登愚蠢，其所作所为让俄罗斯与中国关系更为紧密。克共发言人佩斯科夫对此回应称，近年来有关俄罗斯和普京的话题总是出现在美国总统选举辩论的议程上，是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佩斯科夫还说，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并没有为俄罗斯做过什么特别好的事情，相反，限制越来越多。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при Трампе особо нич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для России не делалось, наоборот, вводились все новые и новы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при Трампе.Н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был диалог.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был диалог. Это, наверное, можно отнести к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м элементам. 俄罗斯有专家认为，从表面上看，特朗普比拜登对俄罗斯更为友好，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这两个党派都是由同一家军工综合体公司提供资金，这些公司从在世界各地煽动战争中受益。所有的美国政客，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都竭尽全力服务于这些公司的利益。专家们认为，特朗普有关和平谈判的想法，无非是通过改善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从而离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焦点，一会儿见。稍后见。欢迎回来。对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台湾应该为其防务向美国支付保护费，美国国务院在17号称台湾已经支付了费用，并且支付了支持了美国的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并非是做慈善。而对于中方决定暂停与美方商谈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美国商务院对此表示遗憾。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称，台湾应为其防务向美国支付保护费。对此，美国国务院17号表示，台湾已经向美国支付了费用。I will point out that Taiwan has been paying for its own defense. Taiwan has been purchasing military equip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tune of billions of dollars.And the military equipment that they have purchased supports American manufacturing, supports American industry, supports American technology. So the purchases that they have made not only are important, we believe, to regional security, but are important to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It has not been in any way charity from the United States.米勒表示，美国仍然认为两岸和平稳定对美国至关重要，对全球经济也至关重要。任何导致台海局势不稳定的因素都可能损害美国经济。中国外交部17号谴责美方无视中方坚决反对和反复交涉，持续对台军售。为此，中方决定暂停与美方商谈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I think that step that they've taken is unfortunate.China has chosen to follow Russia's lead in asserting that engagement on arms control can't proceed when there are other challenges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e think this approach
undermines strategic stability. It increases the risk of arms race dynamics. W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ain open to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concrete risk reduction measures with China. However, it requires a PRC willing to also manage strategic risks. 中国外交部称，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完全在美方。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与美方就国际军控议题保持沟通，但美方必须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为双方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在阿联酋的斡旋之下，俄乌双方在17号各交换了95名囚犯，这也是俄乌近期所开展的第三次换囚活动。凤凰卫视特派两路记者分别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独家探访战俘营，记录战俘的生活现状。另外，战俘的家属们在这段失去亲人的时间里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呢？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看。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声明指，获释的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囚禁期间遭受了致命危难，已经回国的士兵将飞往莫斯科接受体检以及身体和心理康复治疗。乌克兰方面发布的视频可见，获释的士兵身披乌克兰国旗跪地痛哭。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批获释的囚犯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边防部队的成员。泽连斯基还对阿联酋促成这次的换囚表示感谢。俄乌这次换囚是近两个月来的第三次，最近一次也是在阿联酋斡旋下，双方于6月各交换了90名囚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初期，有大批的乌克兰人被俄罗斯带走，成为战俘。2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的家人不放弃等待消息。乌克兰当局为这些家属提供支持，并且表示已经和俄罗斯进行了53次战俘交换。在基辅的战俘待遇协调办公室，每天有乌克兰战俘的家属来和当局开会。这个男子说，弟弟在2022年2月被俘后，他们仅收到过2封信，信里只写了我还活着，此外没有任何其他消息。Інформації останнє здоров'я його немає, взагалі ніякої інформації немає. Хочемо його бачити вдома, вже обняти наконец-то і поговорити хоча б з ним. Зі слів звільнених стан наших хлопців дуже поганий. Критичний, я б сказала вже. Бо вони потерпають від тортур, від недоїдання, від антисанітарії, і у них спалахи дуже важких захворювань. 这里设有咨询室和热线中心，向家属提供手续和心理的支持。他们也为回来的战俘提供必需物品。They have not any clothes, any amenities, and we gave them the cellular phone with a card so they can immediately connect to their relatives. After they recreate their documents, like bank account cards, so on, they are starting to obtain their money.Like $2,500 for every month of Russian detention. 乌克兰当局表示，希望尽快同俄罗斯交换更多战俘，也称有些俄罗斯战俘已经在乌2年，依旧在等待俄罗斯同意进行交换。We already managed to organize 53 prisoner swap, and we freed.3,310 people. It's not enough at the moment, and we hope that we will organize the next exchange as soon as possible. 这些家属表示，当局每个月都会同他们开会，向他们解释一些最新进展，但是他们也希望有其他国家可以向俄罗斯方面施压，让他们的亲人早日归来。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乌克兰基辅报道。俄军顿巴斯集群有一支以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命名的志愿营，是由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俘组成的，配属在俄军顿涅茨克民兵战术编队。
赫梅迪·尼茨基呢，是乌克兰16世纪的民族解放的一位领导者。那他将哥萨克土地从波兰和立陶宛政权的手中解放出来。7月17号，这支志愿营首次开赴前线作战。来看下面的记者在俄罗斯国防部组织之下对于这个部队的专访。我们现在呢，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由乌克兰战俘和乌克兰人所组成的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战斗编队，这是他们的旗帜。我这叫斯洛伐基，刘波。乌克兰人很幽默啊，他们会有很多会中文啊，很多是我是那是给他是给斯洛伐，是那些。过年去玩，过年去玩，就是你不是在斯洛伐。这里是顿巴斯前线，我们现在来观摩一下俄军对夺取小村庄的这种清剿的战术行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战术小组，包括乌克兰战俘组成的战斗编队呢，正对这些小村庄的进行一个战斗的清剿活动。现在呢，正在进行一个非常经典的夺取战壕的这么一个战术行动。可以看到，在目前的顿巴斯前线呢，两军这种对峙中呢，争夺战壕以及防御作战的过程中呢，这也是非常的经典的这么一些战术的动作。可以看到，在这些夺取战壕的过程中呢，包括人员、战斗员和战斗员之间的这种相互的协调。Шел на работу, мобилизировали, взяли прямо возле завода и повезли военкомат. Бедные комиссии сразу в часть. А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если не секрет, сколько вам лет? 32. 32, да. Дома родители? Родители, жена. Все, дети есть?Детей нет. 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俄乌前线呢，也是有很多类似于记者身后的这些乌克兰的战士。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弗拉特在顿巴斯中线的报道。路透社报道称，德国计划明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减半。德国内阁17号通过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路透社引述草案的内容指，德国计划明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将会从今年的约80亿欧元削减至40亿欧元。报道称，七国集团早前同意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来作为抵押，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德国希望乌克兰能够利用这笔资金满足其大部分的军事需求。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在17号的记者会上也表示，得益于欧洲贷款工具和七国集团的贷款，乌克兰获取资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有保障的。而在中东方面，以哈战事持续，以色列近日多次轰炸加沙联合国学校难民营，引发了多方谴责。那与此同时，以军称已经打死了哈马斯半数的军事指挥官，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哈马斯只有在军事压力之下才会妥协，以军必须要进入到拉法。据巴勒斯坦媒体17日报道，加沙中部的努塞赖特难民营再次遭到以军袭击，数十人死伤。以军近日两次袭击努塞赖特难民营里的联合国学校，联合国、哈马斯方面均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加沙战事开始以来，以军打击了超6万个目标，并已打死哈马斯军事派别约一半的指挥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发表讲话指，哈马斯只有在压力下才会妥协，以军必须进入拉法，根除哈马斯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7日表示，美军在加沙建造的用于运输人道物资的临时浮动码头将被永久拆除。这个码头建造耗时2个月，斥资2.3亿美元，却收效甚微，期间还多次因被风浪摧毁而关闭，实际运行时间不到25天，运输能力遭多方质疑。
美方及乙方日前表示，将在以色列阿什杜德港建造一个新码头作为代替。然而，其他救援组织抨击指，建码头分散了注意力，美方更应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开放更多陆路过境点，提高物资运输效率。联合国安理会17日举行中东问题会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美国持续对以军援，延长战争，成为以哈冲突的直接帮凶。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特使则表示，内塔尼亚胡不关心人质的生命，只关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并呼吁安理会对此采取行动。此次会议一度中断，因为两名抗议者举着标语，高喊着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他们随后被安保请走。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发布声明指，以色列释放了在进攻加沙期间拘留的13名巴人。多名获释巴人指出，曾在被监禁期间遭受以军折磨和虐待，包括电击、殴打、剥夺睡眠、在他们身上撒尿等，而以色列就否认这些酷刑指控。而根据联合国同日发布的调查报告，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也和以军一样，曾在本轮冲突中多次犯下战争罪及反人类罪。哈马斯拒绝接受这份报告，称其包含谎言和明显的偏见，指联合国采信了以色列方面的全部说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7号在密尔沃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为18号晚间的演讲进行彩排。早前遭刺杀未遂的特朗普右耳仍然是包着醒目的纱布，大会的工作人员向他介绍当天将如何入场以及走上演讲台。特朗普不时同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又站在演讲桌前模拟在周四的晚上发表演讲时候的场景，神情严肃。18号是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预计特朗普当天将会发表演讲，而这也将会是自特朗普竞选集会发生枪击事件以来，他首次公开发表演说。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进入到第三天，特朗普的副手万斯今天将会被正式提名为副总统的候选人。那更多的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共和党全代会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陈英谦去了解情况。英谦，今天美国共和党全代会的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都有哪些流程值得关注呢？另外，你在现场都有哪些最新的观察？是的，王子王峰，你们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024年共和党党代会的现场了。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啊，这个共和党党代会呢正在召开当中。今天的主旨是让美国更加强大，主要围绕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今天的重头戏呢，就会是今天晚间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正式提名特朗普的副手万斯成为美国共和党副总统的候选人。预计呢，万斯会在接受提名之后发表他的第一次成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演讲，主要会围绕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像俄乌问题、以色列问题、涉华政策以及其他包括移民、边境、毒品、犯罪等等各方面的立场。那我们看到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会场内啊，全美各地的代表都是齐聚一堂，时不时的爆发出欢呼声。其实是今天场内的氛围呢是非常欢腾的，很多代表都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向特朗普表达对他的支持，以及党派内啊所有的人都紧紧团结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但是呢，跟会场内这样欢腾的氛围不同的是，其实会场外啊，整个安保的情况是非常紧张的。今天密尔沃基的警方就表示，他们在会场外呢发现了一个持有 AK-47 步枪的男子。这个男子呢是戴着一个面具，身后还背着一个很大的背包。警方在他的背包内是发现了一匣子的子弹，还有两个大麻的袋子。那么警方呢也是当场对他进行了逮捕。密尔沃基警方还表示，共和党党代会虽然只进行了3天，但是已经至少逮捕了9个有犯罪嫌疑的人。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持刀男子是被直接击毙的。所以说现场的安保的压力是很大的。另外我们看到共和党方面呢，现在还在施压美国特勤局的局长金伯利，希望他能尽快的辞职，称他在保卫特朗普，让特朗普遇刺未遂事件当中是失职的，是渎职的。那现在金伯利呢今天也回应表示说，他已经做好准备要去国会参加听证，看他是不是对此负有重大的责任。那另外呢，特朗普还是感谢了密尔沃基的警方，称他对这一次党代会呢是投入了很多的安保的精力，保护他和其他党代表的安全。杨子王峰，好的，了解，也谢谢英谦在前方发回来的最新消息。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繁体版和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繁体版近日由联合出版集团出版发行，并在17号香港书展开展首日举办新书发布会及出版座谈会。习近平著作选读生动记录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不断夺取新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集中反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民族发展、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使命担当，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系统反映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丰富内涵的深刻阐释，集中体现了党的18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展现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绘就的现代化新途径。三部图书繁体版的出版发行，有助港澳读者系统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对于引导港澳同胞增进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戮力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等政府官员、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负责人、香港爱国爱港机构、政团社团代表和出版界代表出席新书发布会及出版座谈会。香港友好协进会、香港中国企业协会、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等有关负责人在新书发布会上接受赠书。三部图书繁体版17日起在港澳各大书店全面上架并重点推售。凤凰卫视金小飞香港报道。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选举将会于8月11号举行，投票站设在3个地点，开放时间为当天上午9点钟至下午6点钟。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告，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第二界别教育界投票站设在理工大学体育馆，第二界别文化界、第三界别劳工界投票站设在中埔职业技术学校，第二界别专业界及体育界、第三界别社会服务界投票站设在综艺馆。此外，浸信中学列作为后备投票地点，也会预先做好各项准备。选管会将会向所有投票人寄发投票通知书，载有收件者所属投票地点等内容，也有选举指引等二维码，让投票人查知相关资讯，而投票人也可以透过一户通等线上的方式查知所属投票地点。四川自贡市高新区一栋百货大楼17号傍晚发生了火灾，已经造成16人遇难。事故现场的救援已经在18号的凌晨3点钟结束，现场已经没有被困人员。经过初步调查，此次火灾事故由施工作业引发，而具体的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事发于17日18时许，位于自贡高新区丹桂大街的九鼎百货大楼发生火灾。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火势凶猛，滚滚黑烟腾空而起，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起火的大楼共14层，其中1、4、5、6层有起火点，火势一度波及多个楼层。大楼内部呈立体燃烧状态，硕大火舌从窗口喷涌而出。作为当地知名的商业大楼，楼内约有上百人被困，有2名被困人员掩着口鼻逃至楼顶等待救援。火灾发生后，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的消防救援队伍共派出284人及72部车赶往火灾现场，通过消防云梯在高层进行搜救。到22时许，现场明火已经扑灭，大楼已没有冒烟的地方。救援人员营救出被困人员75名。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已经派出工作组连夜赶赴现场，并将抽调全国火调专家参加火灾事故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稍后回来带您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一会儿见。稍后见。
欢迎回来。世界贸易组织第九次对中国贸易政策审议17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日会议，本次审议为期2天，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飞率代表团出席。李飞在会上表示，中国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李飞强调，中国坚定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继续扩大服务领域开放，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李飞指出，中国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谈判，推动世贸组织更好应对全球挑战，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包容性发展，帮助发展中成员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世贸组织成员代表高度评价中国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面的积极贡献，赞赏中国深化国内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举措。美股周三走出分化的行情，道琼斯工业指数首次升穿41000点的整数关口，再创收盘的新高。而强生季度业绩好过预期，股价收涨接近4%，联合健康更是上升超过4%。而这两只股份也成为了领涨大盘的主力。另外有报道指，美国正在考虑对中国实施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也拖累芯片股急挫，大型科技股也普遍走弱。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1198点，涨243点，涨幅0.5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7996点，跌512点，跌幅2.77%。标普白指数收报5588点，跌78点，跌幅1.39%。欧洲多国继续受到热浪的侵袭，像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国家录得了超过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为了保障民众健康，希腊和西班牙就禁止民众在摄氏40度高温之下在户外工作。受持续热浪侵袭，希腊首都雅典录得摄氏43度的高温天气。为应对极端高温对户外工作人员健康构成的威胁，希腊政府已下令，在17至19号期间，一旦气温超过摄氏40度，包括建筑工人、送餐及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在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必须暂停工作。自6月开始，希腊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雅典著名景点卫城17号也因高温天气而暂停开放5小时。气象专家估计，在7月底前，高温天气仍会持续。西班牙18号将迎来今年夏季的首个热浪，在首都马德里17号录得摄氏37度的高温，民众在公园及喷泉玩水降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摄氏38度，南部瓜达尔基维尔谷更达摄氏43至44度的高温。高温天气到19号达到顶峰，估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下星期中。国家气象局已向全国部分地区发布橙色酷热警告，橙色酷热警告生效下，禁止民众在下午户外工作。在巴尔干半岛的克罗地亚、黑山和北马其顿等国家，17号继续受高温天气侵袭，大部分地区将录得摄氏39度的酷热天气。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人们在烈日下喝水补充水分。在北马其顿的首都斯科普里，民众在酷暑天气下在喷泉洗脸降温。厨师在高温天气下坚守岗位，为客人准备当地的美食烤肉串。在黑山首都波德戈里查，人们避开白天户外活动，不过在晚间，露天咖啡座挤满了人。塞尔维亚公共卫生机构17号宣布，10个城市处于危险状态。前一天，首都贝尔格莱德录得有史以来最热的7月16号，气温达到摄氏38.4度。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高温天气已持续数星期，更打破100年的高温纪录。冷气开放的博物馆成为莫斯科人的消暑圣地。普希金美术博物馆其中一个永久展馆让民众免费参观一星期，民众可一边欣赏艺术品，一边为酷热天气降温。有到来参观的民众表示，在馆内仿如置身在绿洲一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巴黎奥运会将会于下星期五开幕。巴黎17号的晚间，有汽车撞向一间餐厅的露天座位区，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当中3名伤者情况危殆。
事情发生在巴黎北部的二市区，警方指涉事汽车的司机事后逃离现场，而车上一名乘客被拘留，他没有受伤，但酒精和毒品检测呈阳性。而在当天的早上，法国反恐警察在东部阿尔萨斯地区拘捕了一名支持新纳粹的极右翼分子，怀疑他密谋在巴黎奥运圣火传递期间发动袭击。这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运营着一个名为法国雅利安人分部的群组，因死亡威胁、仇恨言论还有发布的其他帖文而被拘留。巴黎为这次的奥运会加强安保力量，动员了45000名警察与10000名士兵，以确保奥运安全进行。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在17号兑现了承诺，在塞纳河游泳，向外界证明塞纳河水质足够干净，可以确保巴黎奥运会水上项目的正常举行。有巴黎市民对水质的持久达标表示质疑，认为奥运会期间如果出现暴雨的话，塞纳河水质可能会再次恶化。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及铁人三项的比赛项目将在塞纳河上举行。为向外界证明塞纳河水质安全，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在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的陪同下17日在塞纳河游泳。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也表示会在塞纳河游泳，但目前尚未付诸行动。有巴黎市民对市长的这一举动表示支持，但就对塞纳河水质的持久达标表示质疑，认为奥运会期间如果出现暴雨，塞纳河水质可能再次恶化。Je trouve que c'est très bien qu'elle ait fait ça, mais je ne vois pas tellement l'intérêt parce que de toute façon, la pollution, les prélèvements, c'est d'un jour à l'autre. Donc aujourd'hui, ça peut être très bien et demain, on fait un prélèvement, ça ne l'est plus. Donc je ne sais pas si un jour on pourra aller baigner dans la Seine. Je trouve que c'est assez compliqué comme challenge. Ben, si c'est pour rassurer les Parisiens, ben, moi je suis sceptique, alors j'ai un peu de mal, quoi.Avec cette initiative, je trouve que c'est de la com. 自2016年以来，巴黎大区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投入了14亿欧元，使塞纳河及其主要支流马恩河成为可以游泳的河道。而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在塞纳河游泳的举动，不仅是对河水水质改善的肯定，更是对巴黎市政府环保承诺的宣誓，也预示着2024年奥运会将会成为一次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盛会。方卫视李莫野，法国巴黎报道。中国体操男队17号抵达巴黎，进行最后的赛前备战。队长张博恒作为全能项目上的重点选手，在去年年底时腰伤加重，导致其冬训受到了影响。在经过几个月的恢复之后，张博恒目前的情况逐渐向好，将在巴黎全力为奥运梦想拼搏。2024巴黎奥运会，中国体操男队派出了邹静元、张博恒、刘洋、肖若腾、孙伟，基本保留了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季军的主力阵容。候补运动员为尤浩、蓝星宇、孙伟德、世聪。在结束了北京的封闭训练后，中国体操男队17日抵达巴黎，大批华人一早就来到机场等候，欢迎运动员们的到来。张博恒担任中国男队队长，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他表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非常激动，对比赛成绩也充满信心。首先是非常激动吧，因为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然后其次就是非常有信心。然后我们队伍也是备战得非常的充分，肯定是为了拿冠军而来的，因为我们的备战啊，然后一系列准备工作做得特别的好，所以我们的决心也做得特别的充足。男子团体和男子个人全能的争夺中，中国队也有争金的实力。非常的激动，然后很期待比赛。对这次的成绩有什么样的预期？肯定是希望我们的团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单项，还有个人全能，都希望有所收获吧。中国体操队队员抵达巴黎之后，会先前往距离巴黎约300公里的训练营中调整时差和状态，然后进驻巴黎奥运村，开启巴黎奥运会的征战。巴黎奥运会体操比赛将于7月27日至8月5日在贝尔西体育馆进行。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巴黎奥运村将会于18号正式启用，迎来首批运动员入住。那奥运村的村长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之际就强调，组委会的目标就是要提供好各项服务，让运动员能够全身心地专注比赛。另外，在餐饮方面，他还特别邀请中国运动员们在享用亚洲美食的同时，特别品尝一下法国美食。2024巴黎奥组委致力于举办史上最环保的一届奥运会。
因此在奥运村的建造上对碳排放的控制非常严格，使用了大量的天然材料，所有建筑物的高度都低于20米，其外墙结构和地板也通常都使用木材。另外，运动员的床也是沿用了东京奥运会的纸板床，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加固。而奥运村使用的是100%的可再生能源，屋顶的光伏板有助于满足电力需求，并且不在村内安装空调，以减少碳排放。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几个类似于蘑菇或者说是雨伞的装置，它实际上是一种空气的过滤净化装置。我们知道奥运村是毗邻高速公路，那么在比赛期间呢，这个装置呢将吸收空气中的颗粒。奥运村村长洛朗·米肖对记者表示，奥运村其实就是一个未来的实验室，正如这些测试中的颗粒过滤器，今后有望向更广泛的市镇和居民推广。另外，组委会的目标就是要提供好各项服务，让运动员能够全身心地专注于比赛。Alors, notre objectif, c'est déjà de les accueillir dans des bonnes conditions avec du personnel formé et professionnel qui puisse répondre à leurs besoins. Et donc, chaque service a été emménagé dans des secteurs qui sont les plus optimums pour qu'un athlète puisse complètement se concentrer sur sa compétition. 巴黎奥运村占地约52公顷，而在交通方面，主办方也同样致力于减排的目标，为运动员的出行提供了电动摆渡车。那我身边的这个交通工具呢，就是2024巴黎奥运会期间在奥运村使用的一个官方的摆渡车，可以看到它是纯电的驱动，然后这辆车呢可以用于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啊，可以看到这个设施呢是为残奥运动员准备的。另外，在餐饮方面，组委会也致力于减少碳排放的目标，六个不同的就餐区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每日将提供6万份饭菜，而在每天提供的50道菜品中有一半是素食，目的就是要将每餐的碳足迹平均减少一半。村长洛朗·米肖还对记者表示，希望邀请中国运动员们在享用亚洲美食的同时，还应特别品尝一下法国的美食。Les Chinois auront aussi un secteur qui sera particulier, donc avec une restauration asiatique qui sera proposée, mais on les invitera aussi à découvrir les saveurs du monde et particulièrement la restauration française. 总之，2024巴黎奥组委的目标就是要将奥运村打造成为一个独一无二、具有环保导向和聚焦未来的奥运遗产。而减少50%的碳排放量是巴黎奥组委对世界的承诺。凤凰卫视金亮江心巴黎报道。好，最后带大家关注几则娱乐新闻，来看娱乐快递。台湾天王周杰伦与爱妻昆凌现身英国温布顿网球公开赛，两夫妻坐在观众席上，虽然刻意表现低调，全程戴着太阳眼镜，但仍难掩巨星锋芒，一眼就被认出，成为焦点。另外，香港艺人方力申也到场观赛，他在场内更与不少天王巨星合照，包括汤姆·克鲁斯，大赞阿汤哥亲切又 nice。现年31岁的韩国 XO 前内地成员黄子韬与旗下公司女艺人徐艺洋的恋情传得甚嚣尘上，但两年来从没承认恋情。五月时更一度传出二人在片场求婚，引起粉丝不满。当时黄子韬不认恋情，更掀起脱粉潮。而如今两人突然官宣公开恋情，黄子韬于社交平台留言：“愿我们永远是我们。”而徐艺洋就留言回复：“日落海边，许个心愿。”他们更互晒海边嘴对嘴的合照，日落之下深情拥吻，简直放闪到爆。香港艺人林峰出席马会活动，透露相隔5年，9月将会在澳门开演唱会。至于香港已经申请明年中的档期，忙个不停。今个7月就而家跟住嚟，连续几个星嘅 weekend 咯，都要有啲商演喺大陆。如果喺红馆就入纸，我哋就入纸，应该排紧出年年中度。会唔会可能考虑定带埋阿女一齐上台玩咁样噶？咁唔會，一定唔會上台，但係佢會喺後台睇咯。佢都中意表演嘅，佢都中意唱嗰條舞，係啦。諗佢有機會真係俾埋佢一齊上台玩。冇，呢個佢小朋友做翻佢應該嘅年齡做嘅事，係。鳳凰衛視綜合報道。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更多消息也歡迎各位持續鎖定我們稍後播出的各界新聞。